五四特辑，那些年我们一起唱过的男生情歌，两对型男大比拼，比萌，当然是我们呐、啊，比爷们儿，我不当爷们儿了，我爱咋咋地了，还比性感，男人的性感，因为你就是我的全世界。五四大放送，偶像近距离接触，歌迷激动，泪洒现场。这个玩偶是都上过我们五个人的床。五四特辑，听男生情歌，引爆全场。唱首夜，发现我未满十八岁。特别特别的幸福，今天我们特别节目，特别在哪里呢？平安啊，今天特别我们唱的都是榜单唱的歌，我们没有比拼，所以说每个心态都很轻松，可以非常开心的唱歌给大家听。哎，没有压力了哈。那么我们怎么互动呢？
互动的方式就在屏幕下方，但是大家别忘了还要关注我们的唱吧哦。对，没事也要去唱吧溜一圈看一眼。那榜单是怎么产生的？小新，榜单产生的是新浪官方微博，或者发送短信到10669999185就 OK 了。哎，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过的男生情歌，一起音乐吧五四特辑，给您送上最强音乐响宴。本周主题：那些年我们一起唱过的男生情歌。从情窦初开到满是伤痕，从痛彻心扉到领悟升华，男孩们在恋爱中蜕变成长，而男人们从忍耐与宽容中发现爱情的真谛。今天的五四特辑中有两对实力派偶像的超强阵容，还有十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情歌。当青春萌动时，爱得出体验甜蜜又酸涩，面对心仪的小镇姑娘，认为她是全世界最美的人，而自己对她的爱意如热情的沙漠般难以阻挡。蓦然回首，竟发现你那么爱他，这段感情该何去何从？热恋时发誓要做好男人，宁愿将心爱的他宠成大女人，也认为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。但是当受伤心痛时，却还是想不通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可能感情就是这么让我欢喜，让我忧吧。而现场所有的男嘉宾又将如何深情演绎呢？哇，怎么样，这十首歌曲我觉得真的是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啊、哦！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没有错。那刚才平安说了啊，说今天比赛没有分了啊，都唱的榜单上的歌曲，没有压力。错，今天还是有压力的，因为我们增加了一个特别的环节，非常重要，叫做型男大比拼。五四特辑为了众多的女粉丝们设计了型男大比拼的 PK 环节， PK 的内容分别是最萌系、最爷们儿以及最性感，有两队派出代表迎战，每一轮 PK 结束即由现场所有女性观众投票，票数多者为胜，成为本期节目各类型男代表。我们这样，我们现在就先进行一个小小的比试好不好？比什么？咱们比一个即兴的表演创作，究竟谁会略胜一筹呢？先请小男生来。我们这个表演太惊艳了。我是流星，我是卫星，我是M I C， 我们是麦霸。麦霸麦霸，下雨不怕。麦霸麦霸，下雨不怕。人家有伞，我是麦霸。人家有伞，我是麦霸。哈哈哈哈，跟我一起哈哈哈哈，跟我一起哈哈哈哈，我是麦霸。谢谢。太好了吧，对对对，我们都没商量完全即兴，没有商量、啊、就是一秒钟都没有商量，为了证明我们是真的是即兴没有商量的，我们随便来一首和声好不好？好。 Baby baby、啊、baby ba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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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y。我觉得刚才那个表演特别的好，但是这一块就显得有点多，对，而且减分的效果，有点好不好？我们这段不播，好不好？好好我们这段不播啊，还是从刚才那开始啊。啊，太棒了！虽然是小男生啊，也有这个大男人的气概哎，压住全场有没有？那男生的这个歌是谁唱？首先 ，M I C， 对我们今天唱的是《小镇姑娘》，一起来听 M I C 带来的《小镇姑娘》。害羞的不敢抬头，只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，你就是那么的纯净。直到你收到上方的通知单，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，不是为你而高兴，还为自己忧愁。直到
姑娘到了大城市，你一定听过这故事，知道你最寂寞时刻我陪伴你，给你我的安慰和鼓励，自己劳顿的自信让我每天忧愁，只要主人你走、oh!我觉得真的不是小男生哎，就是那种气场啊，那种一压群雄的感觉，纯爷们儿，我觉得纯就 boys to men 嘛。哦，哎呦，太棒了！那你们接下来要唱什么歌了？我们接下来要唱一首非常热情似火的一首歌，《热情的沙漠》。热情的沙漠，谁来唱？我们所有人，然后后来考虑了一下 MIC 那个分词会比较麻烦，完了派出了剑刺同学，对啊，跟我和王栎鑫，哦，一起来听剑刺、王栎鑫、刘鑫带来的《热情的沙漠》。
情的沙漠哎。哎，我有一个疑问啊，我观察就是你们仨在唱的时候，我觉得王栎鑫和剑刺都特别好，为什么你一唱我的时候，这个嘴要是歪的呢？因为我太热了，想透透气。不是你平常唱歌，我从来没发现这样，只有唱这两个字的时候是歪嘴。歪一点就可以。他那个歪是习惯性，一点点一点点。哎，歪越多唱越高。你来一下，我看。来，有请来一下。我的。哦，就是这个是算一个技巧吗？习惯，这个习惯，这可能是习惯。好，那我们又唱完了之后，我们开始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轮比拼。这第二轮比拼，咱们可是要比最爷们儿了啊！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轮比拼，最爷们儿。最爷们的比拼，咱还是一对派一个人，好不 好？我先不出具体的题目，派完人咱们再出，是吧？最爷们儿呢，肯定你们就不会派刘星了，是吧？你们派谁？我们这队有一个人，真的，我觉得这整期节目我都忽略了他。谁呀？就是这个里面个子最高的，属于型男猛男的一个人。对 ，Hello。我呢，待会儿会选两个粉丝，上来配合各自的偶像，做一个什么动作呢？就是单手要把这个女粉丝就是五胳膊吊起来，啊，就是这样一个很小型的、很 easy 的比赛，好不好？来，现在我去选粉丝啊，文哥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你的啊。选谁呢？好，就是他，来。他配合瑶瑶啊，来，我再为金志文选一个搭档啊，黑衣服的女孩就是你，来吧，来，恭喜你，来，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，多好啊！文哥，加油！文哥，这月姐她要玩死你！我给文哥选了搭档。哎，我不看，我不当爷们儿了，我爱咋咋地吧。好的，放极了。来，现在比赛开始。放极了。换一个方式，我把它举得有多高，我们按高度来比赛，好不好？你觉得这样公平吗？我用它来换两个人，好吗？你们觉得到底谁符合这个最爷们儿的称号呢？谁先来呢？文哥先来还是瑶瑶先来？是这样，公平起见，我觉得我们得比一个，换一个方式，我把它举得有多高，我们按高度来比赛，好不好？你觉得这样公平吗？就比我们俩举得更高一点，算是特别高嘛。我会编曲，我还会写歌，你们有什么需要随时找，这个事儿咱们可以，谢谢，可以随时了了，你知道吗？精致做人，不要这样，比高度也不行。我这样。我用它来换两个人，行吗？行，好的。我也没别的意思啊，我就是换两个人，我好的，我左右手一起。好的，我去帮你找人。那就你吧，来吧。好的，现在正式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是要单手吊臂啊，是要把粉丝吊在手上，看谁坚持的时间长啊。全场跟我一起倒数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你们这是我认输行吗？哎呦，太厉害了！瑶瑶平时是经常也锻炼身体是吧？还好，刚才真的是已经使了全最大的力气了。其实坚持的时间还是挺长的哈，就我觉得文哥也很棒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这是男人的气概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究竟谁胜出？我觉得我说了也不算，还是现场的美女观众朋友们说了算。马上要开始投票了哦，1号是我们的瑶瑶，2号是金志文，你们觉得到底谁符合这个最爷们儿的称号呢？3、2、1，请投票。好，那我们的瑶瑶呢，获得了163票，文哥呢是137票，其实也挺棒的哈。是，只差了20多票。对，已经让我很意外。恭喜瑶瑶获得了最爷们儿的称号，谢谢瑶瑶。那文哥来，你们要唱什么？我要唱这个是《我那么爱你》。哦，对，
他刚才本来想让你接句话啊，他说我那么爱你，哦，你却那么爱你却那么爱他。哎，不是，你想让我说，你得先跟我抠一下台本，知道吗？对，抠一下。所以咱们赶紧进入今天的第三轮比拼，叫做最性感。我觉得麦霸队肯定太小心出战了吧，最性感嘛。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比我更性感的一个近似。待会儿。好，一个是我们麦霸队的剑刺，一个呢是我们唱将队的邹宏宇。来，哎呀，我们今天要比试的是要跳性感的舞蹈给全场观众看。你都不审题就敢出来呀？当当，我跟大家说哈，舞蹈我还真来不了。你看我，那你怎么办呀？我这肢体的协调能力肯定不行。那我唱一段我感觉是比较性感的歌，好吧，用我的声音。性感的歌啊？好吧。这次你同意他用歌跟你比舞吗？可以。可以哈。那行，那没有意义了。大家擦亮眼睛看好，待会儿可要你们投票的啊。好，谁先来呀？那我先来吧。哎，那来吧，性感的歌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让我牵挂。我的心里没有他。哎呦，怎么样？哎，我觉得你不仅有性感，还有妩媚呢。既然他刚刚那么妩媚，那我也跳一下吧。好好好，来。Things you ain't never seen, girl, you're just my type. You know I know you. Don't come to all of it, you know what I like. I want you to show me what you know, baby, but I'ma teach you new tricks. Introduce you to my ghetto karma suit tricks. Close your eyes, imagine being stress-free. Open your eyes, between your thighs. Baby, that's me. When I push the pressure, the pleasure is so hard to... Wow! Hey! You have three brushes, Jian Ci, you have three.妞，跟我走。真材实料，不像我。不要误会我的那个什么。回家了啊。性感哈，一个是性感，来，坚持来，一个是性感的舞蹈，宏宇呢是性感的歌曲，好难抉择呀，还是把权力交给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好不好？拿起手中的投票器，三二一，请投票。现在为止呢，我们三个称号全都送出了哈。最萌系呢，居然是平安哦。最爷们呢是瑶瑶啊。最性感是剑刺。到现在为止呢，我们榜单上的十首歌曲全都演唱完毕了哈。那马上又到了你们要行使权力的时候了，因为马上我们要产生本场的 MVP 了。那么究竟谁是 MVP 呢？我们再给大家机会拉一下票，好不好？来 ，MIC 拉票。我们也想送礼物的，对对，送礼物，送礼物。来来来，快来。然后，这个礼物如果来上中间。如果关注我微博的，应该知道贝斯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小玩偶，但这个比他那个大。然后这个玩偶是都上过我们五个人的床，对，所以我们五个人的床上什么味道，他应该就有什么味道。好好，我们赶紧把这个礼物先送给粉丝、啊。随便。来呀、啊！真的、啊哦，从台湾来的、哦。那就要郑重一点，来，队长你来，郑重一点。MIC， 赶紧把礼物送给他。OK， 送给你这个，希望你能珍惜他，就像我们珍惜你们所有人一样。谢谢。那么还有什么话要对 MIC 说？赶快发新歌，赶快开演唱会，我很想花钱。哎呀、oh, okay. ！好的。谢谢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那现在拉票已经结束了哈，大家喜欢哪首歌就按下哪首歌的序号，好不好？三二一，请投票。
会现在投票停止了吧？这么多平手吗？可是打平啊，三个，而且是我们节目从来没有出现过打平的现象。是的，一起音乐吧 MVP 的评选首次出现了三首歌评分的局面，尤其热情的沙漠、海市流星、王栎鑫与 MIC 渐次合唱的歌曲，节目组紧急与三方协商决定加赛一场，各自演唱哪首歌曲，究竟 MVP 的最终角逐将花落谁家呢？居然出现了评分啊，那我觉得 MVP 只能数一个人，那我觉得得你们三个人先决出一个人啊，好，然后之后再和张伟和平安来 PK， 来就让剑次来代表我们，我没就只你 PK 他们来。好，那这样我们进行最终 PK 的就是剑次、张伟还有平安，现在谁先上场？要不咱们，要不咱们先吧。我这样，我跟灯光老，我问一下灯光老师谁的光比较好调，然后就先让谁上，好不好？咱们一个团队，咱们是他们五个一起上。他们五个因为他们是一个团队，可以的哈 ，MIC 一起上，可以可以，好，一起来听 Single Ladies。Yeah.
非常重视我们的 MVP 的这个称号哈，已经拿出杀手。我觉得又要开始投票了哈，我们一个是 MIC 的 Single Ladies， 一个是张伟的三天三夜，还有平安的我爱你中国，分别是一号、二号和三号啊。现场你们还是有投票权啊，喜欢哪首歌的演绎就把那一票投给谁。三二一，请投票。其实差不了多少哈，但是票数最高的是三号《我爱你中国》，是谁唱的？平安。恭喜平安获得了本期的 MVP， 恭喜！好，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的特别节目就马上要结束了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来着？那些年我们一起唱过的男生情歌。那大家唱的，你们满不满意？听得过不过瘾？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您可以通过我们啊这个短信啊，或者是官方微博，还有我们的官方网站，还有唱吧的方式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。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一起音乐吧的全部内容了。我们要感谢天娱传媒，感谢梦想强音，感谢泰和麦田对我们节目给予的大力支持。下期节目再见喽！